家有个舞台可以表演。对，好的运动就是推广。对，这是先包括太极拳，包括做皮舞，包括做社交舞都有哈。对，我们是多元的啦。是，你像办这活动用心是希望说能够推广各式各样的舞蹈运动。对，反正对大家对亲密有好处的运动都尽量推广。对，大家有舞台可以上来表演。是每年都有办理嘛？每年我办一年办四次，7月29号是办全国的，是很大场的，在那个大转国中。是希望大家来共同参与。对，老师办学很有经验。没有。